为大家的支持啊，我们攻略三卖的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那个出版社跟我讲说啊，我们的攻略三、啊、应该会是近十多年来卖的最好的那个斗数的教学的书籍啊、因为卖的很好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不断的派一些来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那个对攻略三的支持。那攻略三呢，主要在讲哈、啊、星曜的特质，主要在讲星曜特质。在学习斗数上面呢，宫位星曜是两个主要很大的基本的结构，所以呢，星掌控星曜的能力好不好，是不是能够掌控很细腻、很多层次，那就会攸关到你在解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解得很细腻，否则你就会变得只能把它讲说什么巨门就是扣车，贪狼就是桃花，所有贪狼桌面都淫乱到死掉这样子。那事实上有些人呢，他明明贪狼桌面都很乖。攻略三主要在介绍这个事情。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呢？事实上，如果长期看我的影片或看我的文章的人，就会知道说，我不断的提出一个观念，也就是在紫微斗数呢完成的这个年代里面啊，完成这个年代里面，它其实经过了很长很长很多人的努力跟建构，绝对不会只是因为一个人什么北宋陈希夷他把它完成了，就不可能有这个事情。它是经过很多很多人集体的那个综合学。那在这个整病的过程跟完成的过程中间呢，约略啊，在那个距今四五百年前呢，在元朝末年、明朝的时候呢，逐步完成折斗术的过程中间呢，折斗术分别主要为两个比较大的体系，一个就是星曜的体系，一个就是宫位的体系，就是一个它以人为主。讲看看说，你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？那一个呢是以环境为主，就是宫位的体系，环境对于什么有什么影响？那在这两个体系呢，逐渐的在明朝呢，慢慢到清朝的时候呢，各自都有觉得对方有所缺的地方。我注重人，不注重环境，那还是会不准。就好像我适合买房子，可是呢，我在那个房地产大海啸的时候卖也是不行。所以呢，大家慢慢知道说，人跟环境之间呢、必须一起来分析，一起来看，我们才能够精确的推算出这个人的运势状况，所以慢慢的完成了现在的紫微斗数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看现在这个紫微斗数的时候，常就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不晓得说宫位代表环境，然后星曜代表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忽略了很多斗数上很细腻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从星曜上面呢，其实可以很深层看到了什么事情。那也对应了攻略三这本书里面啊，带给了我们的一些对星曜的解释。星曜呢，在命盘上面，如果被当成是人这个特质的话，那每一颗星它其实被赋予了那颗星它所不同的含义，它所不同的含义，也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这个本命盘上面呢，我们自己内心上的情绪跟内心上的渴望，你要到什么东西。那对应宫位，它产现在那个宫位这件事情上面，产现在这个事情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星曜啊当成什么呢？当成是一个人的本质。这个人本质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人欲望在哪里？他的自尊心在什么地方？他所渴求的是什么事情？他在乎的是什么事情？跟他那个有什么样的价值观？跟他什么事情是他绝对不能够越过的界限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些比较内心层面，然后比较个性上面 的部分呢，你与生俱来，自己在情感上面没有办法摆脱掉的部分呢，都是用星曜来去做解说，都是用星曜来去做解说。那这个星曜，刚在对应上环境给你的影响，那我们以此来去推算那个这个人 的命运状况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，用一颗星来简单介绍一下，星曜呢，在我们的盘上面啊，带来我们内心里面什么样子的影响，本质上个性本质上什么样子的影响。我们来讲贪狼这颗星，贪狼这颗星呢，在古书上又告诉你说啊，这个星哈、叫做什么？叫做化气为桃花，化气。我们是讲说那化气啊，等于就是你把东西烧掉之后，它剩下的根本是什么？它化气为桃花，
化气为桃花。那因为这两个字呢，所有人都把贪狼星当成说，它就是一个桃花，桃花等于烂桃花，或者桃花等于很多花，回路一路、哦、然后只要是贪狼星桌面的人都说它非常花、哦、那个好像那个他平常是那个花博的管理员这样子。对，那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说桃花这个意思呢，在古代来讲叫做什么呢？桃花的产生，桃花的产生呢，实际上是古人观察万物的发展，古人观察万物的发展，然后他觉得啊，东西会长出来这件事情呢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，然后我们期待东西会长出来，我们期待事情会丰收，我们期待那个万物会生长，我们期待事情好事情会发生。所以呢，桃花的原始的意义啊，桃花属木，桃花属木，在五行里面呢、啊，只有木是会长东西出来的，会成长的，只有木是会成长的，所以它符合了古人啊。你要想想看，那个所谓的古人哦、啊，那所谓古人哦、啊，不是明朝的人，不是元朝的人，也不是唐朝的人哦，古人啊是那种光着屁股，然后呢，连话都不会说，呱啦呱啦啦那种人叫古人。那古人对于东西长出来，它是成长出来，他觉得是很赞的。所以桃花的起源代表什么？桃花起源代表我们对于世间万物丰收跟成长这样子的概念，这样子的期待。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叫做结婚跟异性呢？你想想看，你要怎么样可以长东西出来？一定要有个异性陪你，两个人一起怎么样，你才会有东西长出来嘛？你才有生命会出来嘛？所以桃花的基本原始的概念是万物的丰收跟生长，然后慢慢呢，他用桃木，然后桃树、桃木，然后最后是桃花，去引申成我们有了另外一半，那就会有下一代，有下一代就有生命的生长。那以一个农耕民族来讲，我们当然希望要人丁旺盛，要有东西可以生长出来，那是好的事情。所以桃花的原始意义，是我们对于东西可以成长，对于生命的期待，所以它其实真正的意思啊，叫做欲望，它真正的意思叫做欲望。所以哦，贪狼它其实是欲望的象征，欲望的来源。那有些同学有稍稍自己学一下斗数的，就会知道说，贪狼是不是有两个五行，对不对？那另外是水嘛，另外是水嘛，请问一下啊，水这件事情啊，是不是也是在古代农耕民族里面呢？他觉得要有水的地方才会有草长出来，水逐水草而居，对不对？要有水才会有草啊，有水跟有草的地方，人才能够活得下来嘛，人能才能够产生自己的欲望嘛。我吃都吃不饱，我哪里来欲望？所以贪狼星呢，在斗数盘上面啊，它真正被代表的意义其实是欲望，其实是欲望。你原始欲望的所在，我的需求所在。那这个需求的由来来自于说，我想要得到，我想要希望要得到，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一个拥有跟丰收跟成长的机会，所以贪狼它代表的是人的欲望之所在，因此呢，我们来对应本命盘上面来看，你本命盘上面所有贪狼星的位置，就是你欲望的所在。举例来说，贪狼在夫妻宫，你对感情呢会有很多的欲望，很多的期待，很想要。那如果贪狼在官禄宫呢？官禄宫我们讲的是你自己对于自己人生目标要追求有很多的期待，然后很想要拥有很好的工作机会，或者是很好的你的工作要能够符合你的理想。要看他贪狼里面是三分对到什么样的星耀，来去做他的分析。那如果是在财帛宫呢，指的当然是对于钱财，但钱财帛宫我们是讲说财帛宫代表的是你对钱财的概念，所以贪狼星在财帛宫的人呢，他就会希望用钱赚钱，他都有很多的想法，很多的欲望在里面，这欲望不见得是很不好的事情，没有欲望还能赚钱呢。如果贪狼呢，在那个贪狼呢在迁移宫，在迁移宫，迁移宫代表我们在外面的表现，你会希望你在外面的表现，能够如你的期待，然后你在外面会拥有很多很好的资源，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贪狼在迁移宫的人桃花会不错，人缘会不错，
因为你希望你在外面拥有的资源很多，你不会想要每天去跟人家吵架嘛，对不对？不像巨门的那个家伙，哦，什么？你是巨门在切你哦，对，嗯。那不会了，化禄的还好。好，那如果说贪狼是在福德宫呢？你福德宫代表来财的方式，然后代表你的精神，所以贪狼在福德宫，我们为什么会讲说你会追求你的精神，哦，追求你的精神，然后追求你的灵魂的价值。所以为什么贪狼会被当成宗教心？其实是因为当他在福德宫的时候，他会希望追求他灵魂的价值。那怎么样追求灵魂价值？烧香念经拜拜，那个静坐修心，哦，这都是追求灵魂的价值嘛。啊，什么？你说你没有，哦，可能是因为灵魂的价值不在烧香拜拜上面，你可能在看画展上面，那个也不错。那它代表了，也代表了那个佛陀公，也代表来财的方式嘛，所以他也会希望他有比较多的赚钱的方法，哦，甚至会为了这些事情去学习。所以他们在佛陀公，我们也会说这个人很希望可以学习，哦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那再来呢，贪狼呢落在子女宫，哦，子女宫跟田宅宫呢，哦，子女宫田宅宫代表财库，你就希望你可以拥有比较，就对家对亲子的欲望会比较多。那相对来讲，你就希望可以存钱，然后可以买房子，可以拥有家庭的和乐，然后可以可以有很好的居住环境，然后可以在家里很开心。那你也会为这事情做很多努力。好，那剩下来的呢是父母宫。父母宫刚刚讲了，你爸是贪狼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极恶宫，哦，极恶宫哈，极恶宫在本命盘上面呢，都会代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叫做你天生带来的身体状况，第二个意思叫做你对你身体的态度。哦，那身体状况这一段呢，哦，因为要牵扯到一些中医的理论，我们没办法很短时间在那边讲。可对身体的态度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说，你会欲什么叫欲？你对你的身体有欲望。当然就指的是说，你希望你的身体可以帮助你去做很多事情嘛。哦，所以贪狼在极恶宫的人呢，他通常啊，如果带了权、带了禄，他通常会比较照顾他的身体，因为他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帮着他去做很多事，帮着他完成很多的梦想。哦，那化忌的要担心一点，就是说他会变得过度去操劳他自己的身体。那命宫呢？哦，最重要的命宫，哦，因为命宫同管十二宫，所以当你贪狼星坐在命宫的时候呢，刚刚我讲的那一段全部都有，哦，我讲的那全部都有，哦，你会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去做很多的努力，这也是为什么贪狼人家说他会想要博学，然后甚至他会有很好的人缘的原因，因为一个人希望他的人生可以满足他的欲望，可以拥有很多的梦想，那这个人他当然就会愿意多学一些东西，并且会打破他的人际关系。拥有贪狼的话，当然代表是说你对你的交友关系的期待，哦，你希望你的朋友会很多，哦，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上课有讲过的嘛，因为你对他有所期待，有所欲望，你期待友情，那你就容易交到烂朋友，因为树大有枯枝，朋友多有白痴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哦，那兄弟宫也是，哦，兄弟宫代表是你兄弟姐妹的关系，哦，所以我们从一颗星在宫位内哪一个意思，对应那颗星它原始的含义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星原始的本质其实就代表你的人生本质，你的人生价值。哦，我们星耀上面呢，很简单就可以看出这个道理出来。哦，那当然，哦，在攻略三里面就会提到说，这个贪狼星它有可能，哦，对面是武曲，对面是紫微，跟对面是廉贞，那对于这个欲望，它展现的也就会不一样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有买书的就可以看一下那个上面是怎么介绍的。谢谢大家。